草根你好，跳进来了。我们的油管呢是暂时啊，大了暂时啊，不暂行时不了，行了哈，没，但没办但法，没办法，这个我们事儿被还取真有意消思，直播，对，被取对，消被了取一消部直播的功能了，是，分，但是也没关系，我们在我们的 GTV 啊直播，然后回头呢，我发到这个我们的油管，发到我们的油管哈，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我们他们有这种。这打击我们的这种方式，我们就有对策，没办法。对，今天呢，哈，发生了很多很多大事儿。关键是今天的直播呢，哈，相信很多很多我们所有的战友大家都看了哈，信息量非常巨大，而且呢，哈，这个波先生啊，透露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信息。首先呢，就是关于支持香港管法的这么些国家哈。可能将面临一些非常严重的这些就警告和制裁，所以我们就围绕着我们的郭先生今天做的直播的一些内容和大家来探讨一下，看可以吗？好的。可以，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好，那你觉得今天最主要的和大家就是最迫切的需要分享的是什么信息呢？我觉得等于说这个细节，就是这方面，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触啊，就是说非常非常有感触啊。我可能跟您说了一下，就跟战友们也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灭共行动，我们战友们参与进来，就是这个过程，我认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跟这个整个爆料革命，跟这个郭先生之间啊，就是这种。一种连结还有纽带啊，给我非常非常震撼的一种感受啊，就是说，我相信就是听了咱们昨天节目的这个战友们会特别有感触，就是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今天郭先生的爆料跟我们昨天我们的节目是完全是，可以说遥相呼应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并不代表说。郭先生他不会看我们的节目的，他没有时间，对吧？但是说我们总是能够就是想到一起，然后有一些事情吧，关于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啊，我们这个战友之间的这种心意相通的一个看法，就是说首先，一直以来就是关于对这个正义的一个看法，这郭先生昨天等于说，然后做了一个就是深刻的一个总结，就是关于这个政治，尤其是政客这方面，对吧？包括这个。尤其是这个经商啊、贸易还有金融这方面，是根本是不存在这个正义的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灭共到最后能不能成功，跟这个正义是几乎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说，战友们在这方面，有的时候心态得摆平啊。就是说，不一定咱们把每一个人都要求的是圣人，是吧？拿最高的标准来要求别人，这是不对的，对吧？他只要能够对我们灭共有利啊，我们就可以支持。比如说这个郭先生之前黑郭先生的那个 Roger Stone 是吧？这个，然后郭先生就是在这方面啊非常拿得起放得下。你只要你说哎，像我这文贵低头了是吧？你觉得你也是。拿人钱替人办事儿嘛，对，都可以理解，对吧？现在来说的话，只要他向这个郭先生承认错误之后，然后郭先生放他一马，然后这方面看得也非常的开，然后包括跟这个之间合作的，跟爆料革命合作的啊，有一些政客，我们知道的啊，郭先生昨天透露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巴西那个总统啊，这个，然后之前说要跟爆料革命合作，我记得应该是在18年的时候，还是19年初的时候，郭先生就提到过他。然后说起来，关于给这个我们爆料革命战友颁发护照这个事情，说起来这个巴西如果引进，多么想引进我们华人呢，或者什么的，结果到最后反而是。哎，为了利益又跟这个中共合作，对吧？然后就是我们大家在面对这个的时候啊，就是灭共靠的是实力，战友们，就是我们只是靠一腔情怀，那是没有用的啊。这个，而且这个情怀这个东西，一定是拿来要求自己的，你绝对不能架设到别人身上啊。每个人都必须啊，这个必须要正义啊，必须这个正邪分明啊，要站出来去做正义的事情，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而是我们给所有人更多的人，包括我们在传递爆料革命的时候，给人一个更好的选择啊！这个灭共对我们有利，我们才干的，
不是说这个灭共就是正义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为了正义，真正为了正义的人这个世界是非常少的啊。而且就是郭先生在为了达到一个自己的一个等于说一个远大的就是正义的目标，他可以说在是要讲究方法方式啊，这咱们这三年以来等于说是看得已经非常清楚，包括这个之前潜伏在就我们爆料革命战友里面的这些人啊，那很多战友都能看清，就跟细节您说的是吧，那曾红是什么样，那您就咱们身边战友谁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呢，对吧，那郭先生能不知道吗，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只要是愿意啊，这个对爆料革命产生贡献的话，我都可以包容啊，我相信在这一点方面，细节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我们也是多学习一下啊，是吧，像有的时候战友们眼里不揉沙子啊，就觉得这个人这个不靠不住，然后接受不了，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个事情，通过这个事情。那第二呢，第二一点我所看到的就是听到就关于这个解药这个事情，因为很多言论包括这个咱们的科学家所说到的关于解药的问题啊，很多人都说这个解药有多么的难以研制啊，是吧，这个郭先生昨天他的观点跟我们节目的观点啊，我们节目可能是唯一这样说的吧啊，也就是出奇的一致啊，中共有解药，要不怎么马云习近平王岐山他们没事儿呢，对吧，随便开会不受影响啊，这也是郭先生的原话，对吧，中共一定有解药啊，他说的这个目前说这个我之前有一个，其实之前跟那个郭先生连线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细节啊，就是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们很难用一种结论来去评价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共至今为止隐瞒这个硫酸羟氯喹对这个病毒的一个效果，这是我非常就是有疑惑的一个事情啊。首先我想到的就是可能说这是一个真解药，怕这个把病毒这个事情给根治了根除了，还是说为什么他一直隐瞒这个事情，这个让我非常费解一个事情，对吧，因为这个硫酸羟氯喹它也不是说一个，你既然你能卖，我之前的想法啊，就是说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想法，因为他之前卖过双黄连，对吧，卖过板蓝根啊，这个卖过现在是这个什么清瘟胶囊是吧，莲花清瘟啊，莲花清瘟，然后我想的他会不会是想把所有他们的关系户这药厂的药然后都卖个一遍，到最后啊这钱都漏到手，到最后再说这个硫酸羟氯喹的事情，这个让他们就是赚更多的钱嘛，然后割更多的韭菜，我想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具体啊最终它是什么原因，从来就是中共隐瞒这个硫酸羟氯喹的事情啊，这个非常值得大家就是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啊，这方面。然后呢还有一个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这都是我们昨天探讨的话题，其实也很有意思是吧，第一个是有关正义，第二个是有关解药，第三个是有关假宗教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这个郭先生同时也说到这个沙特啊，这是假宗教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中东好几个国家啊，这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甚至包括这个沙特，对吧，也算是这个政教合一吧，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他这个我认为啊，就是昨天我对这个宗教的一个看法，这个假宗教的一个看法，就是总是拿宗教绑架其他人啊，这个总是拿宗教去约束绑架其他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那么未来就是说，我就一个问题，就是未来这个宗教啊，那么就跟是媒体在目前这个世界上一样，我认为是一个啊，算是一个漏洞吧，在现今这个社会上，因为这个没有权力的约束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对不对？这个宗教界啊，然后呢，就是细节，就是关于最重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消息啊，那就是关于这个福克斯这一次，报道咱们的英雄阎立梦女士的一个看法啊。这个我不知道细节，我们敢说实话啊，还是说，是我们唯一是有这个看法啊？那就是说，这个福克斯报道咱们这个科学家这个事情啊，那哪能那么简单呢？是吧，那个文贵先生说的啊，这个他是自己是对这个名利之间没有什么想法，对吧，如果说战友们愿意争这个名这个利的话，是吧，那全部要让给战友们，自己不要这个名这个利。但是说啊，这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如果说没有文贵先生啊这个强大的实力在背后支撑的话，
一万个女英雄也会被杀掉啊，这是昨天文贵先生的原话，这也是一个事实，而且是我们昨天很有意思，我们的节目也是持这种观点，对吧？所以说这个阎立梦女士能站出来爆料这个事情，最关键能体现的事情啊，我觉得我认为是爆料革命的信誉度还有实力啊，而这个不是说这个事儿就是一蹴而就蹦出来，这个石头里蹦出来的英雄，对吧？而且阎立梦女士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实力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没有人是傻子，对不对？然后他可能郭先生说是受到这个这个香港这个学生运动，香港这个抗暴运动的一些鼓舞吧，但是这也有可能，但是最终能让他卖出来的一定是强大的实力啊，这样的一定要记得，而不是说仅仅是正义感啊。他能做到这个什么博士后，然后做到这个这么关键的一个人物啊，这个等于说是直接跟 WHO 的人接触，那就等于阎立梦女士她除了在学术方面的建树以外，她在这个政治方面与人交流这方面应该也是拔尖的一个人物，对吧？要像这样的人物，你让她轻易站出来送死，对吧？反共灭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有一个强大的实力的证明才有可能，对吧？然后就是说吧，郭先生说到啊，就是说可能很多战友们这个把握不住焦点啊，这个焦点的问题，我相信啊，恐怕我们可能是不怕得罪人，是吧？恐怕只有我们说出来啊，这个焦点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让我深刻的意会到什么了细节，就是说，我不认为就是我们能够想的跟这个郭先生能够想到一起，这个是巧合。我认为就是战友们的之间的关系，不光是我们，对吧？还有很多其他的战友们，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它是冥冥当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一个联系，等于说现在我们爆料革命的战友啊，等于说是命运，等于说是交织在了一起啊，是非常让我感受到共同体，对，爆料革命共同体，嗯，非常强大的就是这种力量在推动我们，然后让我非常深刻的啊，这个印证了我的一些信仰啊这方面，然后就是郭先生还提到有一个论点啊，这个说起来就是我们男同胞啊，非常惭愧。就说到现在这个世界阴盛阳衰啊，这一点我也特别认同，对吧？就之前西野我也跟你说了，跟战友们也说了，我特别认同啊，这个世界这个阴盛阳衰，确实现在的女性要比男性要强很多很多啊，在勇气这方面，对吧？很多方面吧，而且尤其在国内的话，很多这个家庭都是靠女性支撑的啊，现在这个男性反而是比较懦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阴盛阳衰。就是感觉挺惭愧的，就比如说像我们两个人的话，就是现在来说，西野，我来评判一个人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勇气，对吧？而不是说，你说什么明星、偶像啊、追星啊，这个东西我根本不看这个东西，而是比勇气。咱们俩见面了之后，或者不见面啊，这个人，我们先把胆子掏出来比比，是吧？谁大？啊，就是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哪怕是说咱们俩来说的话，你作为一个女性，你的勇气就比我的要高，对吧？这是我很佩服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个世界之前您也有说了啊，说这个世界有可能回归到一个母系社会啊，我非常赞同母系文明，母系文明社会啊。一会儿呢，我非常赞同你和我们战友们分享完了以后，我就着你的话题呢和我们战友们分享一下。行，那我先说两句吧，我这要了解不太，我所理解的就是说女性的那种勇气、包容性以及这种耐性啊，这个坚持度啊，这是男性绝对达不到的一个事情啊。男性在一起很容易斗争啊，这个但是女性她更多的是这种关怀还有包容，这个现实，这方面是男性所不具备的，尤其还有更多的就是那个耐心还有耐性、毅力，那更是男性所不拥有的，而且是现今这个时代非常非常欠缺的一个品质。所以说回归到母性这个社会，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情啊，这并不是说这个跟那古代似的，这个女尊男卑不是那个概念啊。那您是怎么想的这方面？首先呢哈，就着你一开始说的话题，现在呢哈，我们爆料革命三年来呢，这个深度和广度呢已经深入民心，深入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所以呢，这个阎立梦女士呢，她能够就是知道我们爆料革命的这种强大和这个深入，以及跟西方的政要的这种联系，所以她冒着生命的危险哈站出来。也可能被
这个中共呢可能被消失，有可能被中共抓捕了以后呢就会去坐牢，也可能无期徒刑或者怎么样，反正总而言之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危险的一个事情。而且呢今天文慧先生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信息哈，这个信息呢就是说，如果阎丽梦啊还有她的就是她的丈夫以及她的丈夫还有这个马里奥哈，这三个人呢如果能够，这三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哈，如果作恶的话呢，那么无需他人，就是说这三个人就能把这个冠状病毒去研究出来。但是呢哈，这个我们的这个阎丽梦女士呢，她是一个是可以说这个正邪之交的这个正义的化身，也就是说天使哈。那么她的丈夫呢，也就是因为被这个中共所勾兑呢，数次就是去暗害她，比如说这个去这个去下毒啊，还有呢约到海边去投海，就是把她就是试图投到海里去被自杀。所以呢，对，被自杀。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邪恶的力量呢哈，已经把亲情呢哈，亲情也给剥夺了。因为我们知道像这种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投害呢哈，杀害呢基本上属于这种武大郎潘金莲式的这种这一类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了这种正义与邪恶的这种战争。所以就是当阎丽梦女士她到了美国以后啊，当时是先是到了法国，然后又到了美国，然后这个马里奥呢就马上辞职啊，马上辞职，也就是说意味着这个他们害怕自己的这个参与就是冠状病毒这种研究呢哈，最终败露，所以赶紧辞职。其实这种反人类的这种罪行呢，他即使辞职他也不可能就是能够就是推责哈，这个是不可能的，推卸责任也不可能。所以就是说我们从女性的角度来讲呢哈，确实我们看到了哈这些伟大的女性，当然我不算伟大哈，我只是有一点勇气而已。就之前我在节目里和您探讨的就是关于这个母系文明的回归。当然了这个西方的这些社会，西方社会特别是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呢，它有一种女权的运动。这种女权运动呢，它根本就跟根本和我们的这个母系文明呢它是两码事儿，它不是就是它不是一种概念。因为我们的母系文明回归呢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在人类在远古时候呢这个母性呢它就是它传承着这个繁衍这个繁衍后代的这么一个就是责任哈。所以呢它就要就是以为了能够繁衍后代，为了能够让后代这个比较强壮，所以呢那个时代呢就是以母系文明所这个传承所这个主宰的这个世界。后来出现了我们的这个火种啊，出现了就是石器时代的这个火种。那个时候呢哈，这个男性的这个优势呢就已经就是让大家就是彰显就是彰显男性的这种就是力量阳刚这种就是能够狩猎呀获取猎物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开始向父系文明开始发展。需要力量的时候，对，需要力量。因为你胳膊粗力气大，你就能战胜敌人，你就能够战胜野兽。女人呢相对来说她是比较娇小而且比较柔美的嘛哈，所以在这个有火种的石器时代一直发展到这个近代呢哈，那么女性呢哈男性随着他的地位的提升，他为了就是有这种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占有，他就把女性呢哈压制在一个框架，就是禁锢在一个家庭之中，或者是让他们减少出到减少到这个社会上去参与工作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女性一旦到了这种就是社会行为以及就是特别多的这种社交场合以后呢，那么有可能这个男性呢他可能认为后代呢有可能不是他的，所以他为了他为了这种权威，所以他就像中国那个时候
有三妻四妾哈，全部都在自己的大宅院里，比如说那个叫什么，什么大宅门，或者是那一类的哈，他们就把女性禁锢在家庭中，这样呢，确保她的后代呢是她自己的这个后代，她的确保后代呢是她的传承和血统，所以啊，这个父系文明呢延续了好几千年哈。但是为什么说现在母性文明开始回归呢？因为我们看到哈，现代文明社会呢哈，女性的这个参与度以及女性的智慧啊，已经就是不再用这个胳膊粗力气大，还有这种农耕的时代哈，或者是狩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看到了是科技的文明啊，这个整个世界呢哈是崇尚这个科技的这个进步啊，现在科学非常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的女性呢不需要去去种地呀、啊，去狩猎呀、啊，比如说这个这个严蒙丽女士哈，她可以用她的智慧在这个实验室里去研发病毒去遏制病毒来造福人类。你比如说我吧，我可以就是可以跟你也能整病毒没有，我不会整。比如说我可以不用出去工作哈，我可以点点鼠标我就能够赚钱。我跟这个比如说交易所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博弈的这些强壮的男性哈去拼智慧拼耐力拼我的这个能力哈，那么我就不需要胳膊没必要抛头露面就可以了。对，也可能因为我的这个坚韧或者是我的女性的这个包容，或者是我女性的这种就是比较有耐力哈，所以呢我可能比男性更有优势。因为男性他一旦挫败以后呢，他会很容易放弃，失去理智。特别是哈、当你在交易的时候，当你在这个就是博弈的零和的市场中交易的时候，你一旦出现了挫折，你就乱了方寸。就像男性见到一个人跟你吵架，或者是跟你打斗，你立马冲上去就要跟他打一样的哈，就缺乏理智，缺乏耐力，所以呢更容易失败。所以现在的文明社会和科技发达，造就了对，造就了女性的这种优势，造就了女性的哈。这种母系文明的这种回归，因为我们知道，你看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也不再用这个兵器这种热战，而是要么金融战要么病毒战，对货币，要么病毒这些的哈，其实都是阴性的，都属于这个就是柔性的阴性的哈，就是不显的这种，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阴阳的这个就是交替，阴阳的这个交替，而且呢就是说。现在社会呢哈，女性可能更有优势，而且比如说英国曾经有一个曾经有一次是英格兰要独立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在前几年英格兰要独立，但是呢没有去交战，没有去交锋，而是采取这个投票的方式，就是说你如果大多数的人就是支持你去独立，那么你就独立好了。然后呢最终啊，因为这个投票不足，所以呢去以失败告终。但是呢哈，这也彰显了一种社会的包容一种就是去一种就和谐和一种就是和平，所以呢这一切都显现了这个母系文明社会的这个回归。所以我之前和我们的战友们和您一起分享哈，就是关于这个母系文明的回归呢，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有些人就认为有一种错觉，就认为是在宣扬女权，不是的。因为其实我很简单，细节我这个就比较简单粗暴了。如果说我知道有很多这个男同胞估计听了不太舒服，对吧？那你站出来，对吧？你做的跟我们现在这个女战友一样啊，这个能干这种事儿。你想想，就是说，如果一个女性能够站出来，她可能就是要么就是想的非常多，要么想的不够多。为什么这么讲呢？哈，你比如说拿我自己当例子吧，哈。莽夫和勇气是不一样。对，我在2017年的时候呢，最早的时候，我关注文贵先生的时候，我并没有站出来，只是到了2017年5月的时候，我站出来。那时候为什么站出来？就是看到文贵先生真的确实不容易，有这个这个段伯门，哈德逊哈，他呢
他的来自于亲戚的压力，来自于哥哥的压力哈，让我觉得这个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真的是任重道远，真的是太难太难了。所以我就思考了一夜以后呢，我就在想，我天天想支持我们的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法治，而且呢也在就是用自己的就是文字呢在网上就是宣扬我们的自由民主以及这个英国的大宪章哈、啊、当时我怎么就不敢站出来去支持这个人呢，支持这个正义的已经忘却自己个人不顾个人生命安全不顾家人安全的这么一个决绝的人，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多人去支持呢？所以我当时考虑到自己有安全的这种就是威胁，但是呢我站出来了，站出来以后也不过如此，也没有什么好可怕的。当然恐惧呢哈往往能够战胜一个人的心理，就说大家就是在没有站出来的时候都感觉哎呀万一他抓我怎么办，万一他把我被消失怎么办，万一被车祸怎么办。其实站出来以后呢，站出来的人越多啊，就是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那么站出来的那部分人呢，他们可能是更安全的。所以我基于这个呢哈，我也是站出来。你比如说严立梦女士呢，她作为一个科学家，她已经知道了这种生化武器，她也知道了这个P3 实验室、P4 实验室的在助纣为虐的哈，不是为人类社会造福，而是要残害、戕害人类呢。可能他的良知啊、良心啊就已经发现了，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山东青岛人嘛哈，青岛人的这种耿直正义哈，这个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所以呢，他站出来，我想呢也是基于他内心的这种良善啊，这种就是不愿意去助纣为虐，不愿意去与邪恶与这个魔鬼去一起去这个与魔共舞，所以他宁肯哈、有这种危险他也站出来。但是事实上呢哈、正义一定能战胜你的正义，我们的正义一定能战胜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邪魔，包括这些共产党的盗国贼，还有一起去制造生化武器的那些人，还有那些跟这些共产党勾兑的准备卖药啊、准备卖疫苗的那些蓝金黄的海外的那些人啊，那些西方的人，还有那些外国人，这些呢都属于邪恶的力量。所以呢我认为哈，后续呢将会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站出来，也甚至可能这个比如说加拿大的这个 P4 实验室，当时那个 Frank 不是因为这个病毒的这个事情，在一月底我当时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嘛，那个 Frank 在这个沙特被消失，就是被新欢死，被新欢死，跟这个陈小鲁的死法呢基本一致。但是呢现在也是个悬案了，大家也没有提到这个人，这个人呢也许被大家忘却了，但是呢我相信历史一定不会就是忘却这所有的被消失的这些人。所以呢我相信随着中共的这个生化武器以及这个CCP 病毒哈能够水落石出以后呢，我相信更多的真相将会都出来，更多的真相和正义的这些全世界九大 P4 实验室的这些知情的人呢，他们会相继站出来。所以我相信到那一刻呢哈，中共呢他再抵赖再对美国甩锅都没有任何意义了，我期待那个时候。所以现在文明先生就说，我们现在也许一天两天一周一个月这个中共呢马上就灭亡。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自动灭共的时代，全世界各地自动灭共到来的时候呢，它就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因为那个时候也可能正义的力量呢哈比较强大，也可能两三天那中共那就完蛋了。也可能呢正义的力量跟邪恶力量在这个争斗之中呢，它有一种拉锯战。这个拉锯战呢，有可能邪恶力量呢哈，那些隐藏比较深的那些西方的那些勾兑的那些人呢，会相继站出来。我们看到现在的清明贼哈，那些什么垃圾曾红
刚烈红啊，什么李什么李贝喜，还有什么凤凰九天，还有螃蟹啊，还有什么豆豆，他们全部联合起来，全部联合起来一起来，就是戕害我们的这个暴乱革命，一起来对我们暴乱革命诋毁，对我们的 GTV 诋毁，以及对我们郭先生诋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凤凰九天还有李贝喜现在呢，哈，不只是跟这些中国的海外的这些就是亲贼联系，还是跟海外的，就是那个砸锅的，就是诋毁我们暴乱革命的那些海外的那些人啊，那些亲贼也在联系啊。你可以注意一下，我今天前天有很多战友给我发了一些信息，就是说甚至诋毁就是我们的暴乱革命，诋毁我们的这个拜登先生和我们的郭先生，然后这个艾塔这个川普总统，艾塔斯巴林将军，艾塔这个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西方的政要哈。所以我相信啊哈，在不久的将来呢，他们这种谎言啊，以及他们这种就是为中共站台的这种行为呢哈，相信一定会接受制裁的。我相信美国呀、英国呀、法国呀，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你迟早会跟他们清算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呢，我相信这帮人呢，他会为自己现在的行为要付出一个巨大的代价。这就是我跟他们就是放话说的当然他们现在呢跳得真欢可能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但是随着这个美国的瑞克法案开始实施呢，我相信只要有一个人，比如说夏叶良啊、梁冠军啊这一类的人或者是这个熊倩明哈，只要有一个人被美国这个瑞克法案所制裁，就遣送回他们的祖国，那么我相信他们这些人一定会闭嘴的啊！这就是正义的力量，特别。是的，是的，姐姐，您说到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一段时间的，对我们的这个黑客呀，就是说，这个已经到了这个非有史以来应该现在是最严重的时候。对吧？油管直接，您的油管直接直播功能被取消了。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什么？我的推特之前不是被封号了，老号，我这个又建了一个号啊，到现在为止应该是两个月了。前一个月的时间，我涨了9000多个粉丝啊，第一个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最近这一个月我没有涨粉啊，最近我这个现在已经保持一个月，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增加过粉丝了。这个事情都很有意思。这点不只是你自己哈，就是说，您不是也是这样吗？我是逆增长，如果年龄逆增长，或者是容貌逆增长，大家都很开心哈。我是看到很多很多战友去就是关注我哈，基本上每天大概有20-30个吧。但是呢，相对的我的粉丝这个数字呢哈是减少最多人，所以呢，我认为这个都见怪不怪了，因为从2018年的时候呢哈就已经出现这种态势了，所以。也无所谓了，因为文革先生都在说嘛，就是我们无所谓，就是只要大家肯看我们的节目，肯我们传播暴乱革命真相，能让我们的战友们受益，能让我们的战友们知道，能够互相就是互通这些信息呢，哈，其实多少这个关注量都无所谓的，所以这也体现在我上，我始终这么认为的，就是说我也不再去考虑这个问题，也不再去就是。太在意这个，因为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种逆增长，而且呢，我的油管呢也是每天逆增长，就是说看起来它有个数据，下面是什么什么就关注了你，然后呢，我们的油管呢就开始往下往这个粉丝开始减少，所以肯定我们被他们盯上了，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挺暴乱革命，而且真正的就是跟随郭先生一起灭共的，所以可能虽然我们的影响力不够大哈，但是确实让他们引起他们的恐慌了。所以没关系，我相信我们的战友们，大家呢一定会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去看我们的怎么样传播真相，怎么样传播我们的香港的真相，以及我们暴乱革命的真相我相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这一点呢我始终没太在乎。OK，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那个对于这个增长，粉丝增加不增加，这个不太在乎的，因为这个细节您是知道，我们站出来是有目的的，不是来做网红来的，对吧？我们通过这个事情，直播来说的话，可以说是一分钱利益都没有啊，对吧？对，是。我们来做这个事情是有目的性的，就是
对爆料革命有一定的，如果能起到哪怕一丁点的这个作用，我们都成功了。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人数的增加减少这个关注，不是因为个人的利益得失，而是因为这个对爆料革命这方面的贡献，对吧？我们这个这一点我们是在乎的，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吧，我个人就是持着最不求有功吧，但求无过，然后别给爆料革命丢人就行了。然后但是所以说做事情的话，就是你说这粉丝越来越少啊，这个越来越那个什么的话，它是也是他们一个非常毒辣的一个手段啊，就是说给人造成的一种这样的现象。然后包括这个油管，这个等于说您那个木兰访谈啊，就像卡利西那个频道，等于说是被黑的最惨的啊，被黑的最惨的，没有一天说不下手的，对吧？这方面的话，从侧面也印证了，其实我们这方面。哎，我之前的要求，对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是我发现啊，原来我们还是有这个有这个影响力的，最起码引起了他们的重视。所以这方面我还是非常非常骄傲自豪的吧，这方面，对吧？对。所以有的对我们的这个黑客来说的话，我认为就是更多的是一种自豪。您说就是像那个现在这种欺民贼，我觉得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咱们很少讲他们了，因为我对他们的关注度真是非常非常少了。就包括现在跳出来那几个人，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之前都干过什么啊，我也都会不太清楚，对吧？我只知道他们那个翻脸翻得挺快的啊，像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像这个什么您说那几位啊，什么凤凰九天，什么李贝儿喜，对吧？这个他们都跑到曾红那里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因为曾红这个人他是名声非常烂的，我知道，因为我对他的唯一的印象啊，就是说我只看过他一次节目，那是因为那一次。有人说啊，我是回看的，这个文贵先生这个去他的节目啊说了几句，对吧？就给他打了一个热线，应该是这个曾红要求的还是怎么着？然后我就记得那一幕啊，这对曾红的唯一印象就是说，文贵先生那个电话打响之后，他接了电话之后哭得跟个小姑娘，跟那个，我就记得这一幕，对吧？你还不痛不流涕，哎呀，我这先生，我有多么的尊重你啊，我多么的敬仰你，我这多么的崇拜你啊！你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先生也哭得闷闷的一样，然后这个突然间一下砸锅了，让我感觉敲着桌子，梆梆敲着桌子，然后说着骂着这个文贵先生啊，我觉得这个人真是啊，就这样。最早的时候他是最早开始显露的哈，他是在我们的这个说卡利西，说卡利西你干嘛呢？怎么就代表就是以领导的口吻要让文贵先生和卡利西这个就是切割嘛哈，所以我们毋庸置疑的这个曾红呢，他就是一个灭亡小组的，而且呢我对他呢哈，我对他的了解呢不只是现在，2019年、2018年我就知道他是，我就知道他的底细，但是呢。因为我们爆料革命就是有些战友们大家不知道嘛，所以看起来挺多，看起来好像还在支持爆料革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说什么话，因为一旦说了以后，很多战友就不明白，他们就认为我们在搞内讧啊，我在怎么样，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去这个。利用文贵先生的这个人脉和这个法律团队，让文贵先生给他付出了$40,000的这么一个就是法务劳务费哈，就是法务的这个劳务费。那个时候我们在常委群大家都知道，这个后来的战友们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哈，但是当时我知道的。再后来就是2018年11月20号的这个王健的发布。那个时候王健发布会是和这个我们这个丢掉了，当时是赵岩这个龚小夏还有曾红这些人他们全都去了哈，全都去了，所以比较我包括曾红包括那些人，为什么我最近就是也不说他，因为在我的一个角度，我作为一个普通战友的一个角度，那些人我根本压根儿我就没有听说过，对吧？我也没有看过。因为之前你没有关注，因为 我真没有关注，而且我身边的就没有战友说关注这些人，对吧？哪有人关注他们呢？所以说，
我这个真是让我讲他们，我也讲，我就记得曾红哭得痛哭流涕啊，感动得稀里糊涂，我就这个跟那不个天神下凡了，就是那种见了上帝似的，就是说看见郭先生就那个样子啊，跪到那儿就是说哭的，拿着手绢他最早的时候呢，他曾经待过我过们的这个常委群，在2018年的时候，就那么几天，没多长时间。所以呢，就是说他，包括这个对这个鸡腿摊的打击呢，是他自己主动请缨的。当时，文贵先生，你想，文贵先生，只要你支持暴力革命，你哪怕王岐山你支持暴力革命，郭先生也是就是敞开胸怀去接纳的。所以，曾红呢，他当时就是主动请缨去打击这个鸡腿摊，所以呢，文贵先生就是说让大家去看他的节目。你想，如果那个时候他洗心革面，即使我们知道他的哥哥是中共间谍，即使我们知道他当时对于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王炳章不是王炳章叫什么来着？季姐，被你也抓别回，说了，大家反正也都不认识，就是这些人，是说知道反而给他增加，让大家知道是谁。大家知道那个事件，就是说我在这个木兰访谈，在上个月的时候，我有一个挖掘，就是曾红的这个就是是有个挖掘，是 DT 挖掘的，对于他的所有的过往以及他的哥哥，其实也就是说曾红的就是来自于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呢是中共的间谍，当时对于这个抓捕那个谁来着，突然忘了名字了，就是这个最著名的，对，所以就对，是说，但是所我以就就是是说，有一大个家可共以同去点，看这个，就像这么烂的一个人啊，这么烂的一个人，我发现就现在出来的这个人越来越烂啊，就是说就是比那个什么鸡腿潘，甚至说鸡腿潘在他们这一堆臭狗屎里面，还就是相对来说是就是最整齐的啊，就是最那有实力的了啊，感觉就是像这么烂的一个人，为什么像？哎，这个让我很疑虑啊！就为什么这些人之前都是搞得自己都很高大上，一提起来都是佛祖，都是什么主，都是一张嘴都是很高大上的那种，没错。竟然都围着曾红转，这点让我就是感觉非常有意思啊！这个事儿，这个本也就身是我说，对这个没什么兴趣。曾红是海外的一个情报的一个，就是海外的间谍嘛。因为他当时拍出来的时候也是非常有戏剧性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去我们的油管呢，哈，我的节目去看一下关于曾红的这一篇，大家能找到哈。如果了解他的话，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凤凰九天和这个李根喜哈，是他是一直看起来好像是在非常坚定的支持我们暴力革命，但是最早的时候在2018年的时候哈，这个李根喜呢是这个一支的粉丝啊，这个呢我相信很多战友们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个一支跳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以为也以为他是真不认识，挺暴没力听革说过命这。的。也是中共的间谍啊，也是中共间谍。后来呢，就是暴露了。暴露以后呢，他的一波粉丝呢，也都都要么就是痛改前非，因为很多人都看不清嘛，看不清。我因为这个也得罪了不少人，因为我当我时当看得时非常清楚，那个时候也练就了一点这个火眼金睛哈。但是看清楚了以后呢，跟我们战友们说，战友们就不相信，他们就认为这个卡利西这个要求太严格，要求太就严是格，就是，所以所以就是这这个呢，哈，我们回看这一幕一幕的，就是从2017年一直到现在哈，到目前为止，没有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些起民贼，也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些突然跳出来砸锅的人，而且还诋毁我们暴力革命的人，永远都不会消失。有一些是这种沉默的在这个推特上就是暗藏的一些水军，然后控制这些大 V，控制这些水军，然后呢去进行这个对暴力革命这种诋毁，对暴力革命的这个就是对我们战友的这些造谣和诋毁，对这个郭先生的造谣和诋毁，这些呢哈都有都存在。另外呢还有明面上的，你比如说凤凰九天捐了7万美金的这个法基金的这个，当时捐了以后呢哈，大家都觉得他特挺过，虽然他当时他的视频确实没得看，确实让大家看起来很不舒服，因为他呢属于这种可能属于中国的这种就是一神教或者是什么
这一类的哈，因为他崇尚九天玄女嘛，我们知道这个九天是九天玄女，所以他认为他是代表着这个代表着上天，代表着女娲的这一类，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砸锅的一真个长女见娲，现在对现在都跟他们就是会合了嘛，所以他后来露了真身以后砸锅以后开始露真身，我们原来知道哦为什么他变身了，原来他是口齿不清，就是说说话逻辑思维呢有一点这个就是不太清晰哈。所以就是说这些人呢，我相信啊，他们只要跟中共勾兑的话，他一定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因为中共他确实没人了，好人他也不会去跟中共勾对兑，呀，也那这不会曾去红听。成头了，这我纳闷了，是，这就，曾红是他们的头，目前来说曾红是他们头，而且曾红他这个哥哥是当年就是给中共哈就是诱捕海外的民运人士的这么一个一等功的。这个拿到一等功的这么一个功勋的一个人物，后来呢，就是因为哦，还有这段历史，夏明案吧，好像我忘记了，是这样彭的，敏，所以说我看有彭段明，说彭对，敏，是彭明，是彭明，没错没错，我在我们的油管已经把那个做了哈，但是可能战友都没有看到，就说彭明案，彭明是就是海外的民运比较有影响力的，就是曾红的哥哥，就是。还派出来就是开始诱捕这个彭明，然后最终把这个在好像是在新加坡，把这个彭明给抓捕在案。那个时候他的哥哥立了一等功以后就从此消失了，然后改名换姓，然后整容，然后再到了香港。也就是说，曾红能够去到美国是借助了他的哥哥的力量，然后去到美国。所以据说彭明案的。后面的这些收尾哈，都是去曾红去做的，所以这个呢，我们知道曾红现在已然是海外的他们这些头目，一个是曾红，一个是黄河变啊，这些呢就是说他们两个属于这个中共的海外的头目啊，对，基本上小都属头于目，嘴歪眼斜的那种，就是看着心术不正的。其实我在1120的时候，曾红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第一眼我就感觉，因为本身我也知道他，拿了文贵先生，当时等于就是没让文贵先拿生了知钱道，吗？就是拿了，不是他就是利用法务团队，然后呢，最后账单到了郭先生那里，郭先生给他付了四万美金嘛，那个时候是2018年的时候，所以我对这个人就印象不太好。但是在1120的时候呢，他表现的就像那天。接又了哭文了。贵先生的电话一样的啊，就哭的，不是哭的，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阿谀奉承，极尽阿谀奉承，对这些大 V，你比如说张烈红啊，当时我记得有赵岩，还有路德啊，就是对他们呢，就是极尽这个阿谀奉承，所以我就啊，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们不是这类人嘛，所以跟这类人也没什么交集，所以他当时说了几句话让我特别不舒服，我就认为这个人不会跟他交集。至于什么话呢，我也不说了，就是垃圾嘛，哦，太垃肯定圾了是耍流氓了，对不非常垃圾。所以呢，就是说我相信啊，随着中共的灭亡呢，他们这些人。也将被历史的被埋进这个历史的垃圾堆，而且呢，有可能被美国呢，RICO 法案所制裁，特别是曾红啊、张烈红啊这一类，还有这个还有那个夏业良，熊宪林啊、梁冠军啊这一类人呢，一定会接受制裁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无非就是拿了狗粮，他们就是为了钱，因为你既然登上中共的这个贼船的话呢，他再下船是非常难的。就是说，即使他不想干了，即使他想去洗手不干了，可能中共也不会饶过他。所以他们也基本上算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嘛。所以你看这跳出来的我们的常委群里面。这个隐藏的这么多的这些清贼，他们呢其实就是早早的，就是利用各种的机会，
来隐藏在在我我们们爆爆料料革革命命的的战战友友之之中中啊，就是潜潜伏伏在在我我们们的的爆爆料料革革命命战战中，中，在在各各种种群群里里面面在在不不同同时时期期跳跳出出来来去去挑挑拨拨离离间间不不同同时时期期跳跳出出来来来来行行使使他他的的任任务。务。现现在在哈，哈，他他们们基基本本上上已已经经改改换换套套路路了。了。你你比比如如说，说，现名砸的是这个李李贝贝喜喜啊，啊，什什么么凤凤凰凰九九天天啊啊这这一一类类人人哈，哈，他他是是明明砸。砸。暗暗砸砸的的呢，呢，是是他他还还是是私私下下里里去去给给我我们们就就是是我我不不知知道道你你有有没没有有收收到到哈，哈，我我收收到到了了很很多多很很多多这这种种消消息，息，就就是是说说某某某某某某人人怎怎么么怎怎么么样样啊啊，啊，他他又又是是什什么么什什么，么，所以所以我我一一概概就就不不信信啊，啊，还还有有人人直直接接问问我我说说啊，啊，就就是是有有一一个个提提名名贼贼的的有有这这么么一一段段话话就就问问我我说说你你怎怎么么看看这这个个事事情情啊啊，他说他说郭郭先先生生这这个个事事情情关关于于 GTV GTV 的的关关于于我我们们的的法法治治基基金金的的我我就就问问他他我我说说你你如如果果相相信信爆爆料料革革命命呢呢那那么么你你就就相相信信郭郭先先生生如如果果你你相相信信一一个个游游客客的的话话或或者者是是相相信信某某一一个个人人的的话话那那么么你你就就不不配配是是我我们们的的爆爆料料革革命命战战友友啊，啊，我我就就非非常常决绝的跟他跟他说说我我相相信信我我说说这这话话以以后后他他也也不不会会再再联联系系我我了，了，因因为为他他估估计计是是也怕我在影说响不中不好听的你话。影响是的，你一下。所所以以就就是是说说我我认认为为现现在在呢呢他他们们因因为为基基于于美美国国对对这这些些就就是是美美国国对对这这些些亲亲贼贼还还有有对对这这些些中中共共间间谍谍的的这这些些就就是是严严密密的的监监控控呢，呢，我我相相信信啊啊他他们们的的话话将将来来一一定定会会被被这这个个制制裁，裁，也也一一定定会会被被遣遣返返到到他他们们的的祖祖国国的的哈，哈，他他们们的的祖祖国国当当然然了，了，马上中共就完蛋了，马上中共完蛋了，到时候我们的新中国联邦啊成立以后呢，那个时候我相信哈，所有的民众都不会饶过他。至于比如说文贵先生所说的，等到我们的这个中共灭亡了，我们的新中国联邦到时候会把这个9000万的党员呢哈去大赦赦免。但是呢，我相信这些亲民贼他们在爆料革命之中做的事情，他们在这个中共灭亡的时候与助纣为虐，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被大赦的。所以。这帮人呢，哈，一定会，未来是非常凄惨的，曹根。是的，是的，嗯。就是对这一帮人呢，就是这段时间就关注的，我关注的比较少，因为之前一直以来，就是我现在就是举报，然后也不说其他的，然后跟这个灭贼组的战友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之前来说的话，就是没有这么多重要的事儿的话，我可能有时间来，就是专门针对这些伪类去做一些这个节目什么的，是吧？那现在来说的话，重要的事儿太多了，战友们。除没了，错，而且很多事情都是直接跟我们自己这个利益还有未来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真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这些人啊。因为很多人我都根本就不认识这些人，我也没有功夫去看他们的言论，然后再去驳斥他们。所以说这段时间我没有。然后甚至现在这些亲民贼有的说我什么，就是上一次我有一个论点，谢谢我说到就是说。隔空取钱啊，我认为最大的可能呢，肯定是跟这个，跟港币脱钩，美元跟港币脱钩，人民币脱钩这个事情是有关的，对吧？然后肯定跟那个投资那个事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然后还有一个论点就是说，郭先生啊，这个收购了，花了很多年收购了这些大清是吧？是吧？然后民国期间的这个债券啊，这个您也是知道，竟然有人说我是这个信口胡诌的啊，就是说我是这个瞎蒙瞎说的，然后。这个其实咱们要是看过，从2017年看过郭先生爆料都知道，当年这个郭先生就是在 Lady May 上自己亲口说的。过去的多年，可能是花了10年还是多长时间，他说他从零几年那个时候，还是9几年的时候开始收购这些债券啊。所以说我都是根据这郭先生说过的话，我这人这个脑容量有限啊，智商有限啊，就是说很多事儿就记不住，但是说我这个把有限的脑容量啊，我就记一些这个关键词。这个我能记得住，你这个多的我记不住，就记一些关键词。大家如果说关于这方面的话，就是自己回去回看一下2017年，这咱也说不了是哪一期了。其实大郭先可生以亲口说我不必不必去关注这些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五毛，到底是不是这个故意来搅浑水的，故意来就是以我们战友的这种好像这种口吻哈，其实他们就是砸锅的那些亲民贼，所以呢，他们看到了我们节目对于这些亲民贼的这打击，对于这些中共这个打击以及对这个 P4 实验室的这种揭露呢，所以他们。
是故意来说这些，所以大可不必在意，您就做自己的事情，您只传播真相。如果他没有看到以前文宇先生所做的直播呢，那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可以不去关注这些人。这些年从2017年到现在哈，到目前为止，我不断的每天都在接受这些谩骂攻击，以及这个侮辱哈，我已经见怪不惯了，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成长，没有他们就不会造就我目前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心力，没有他们呢，我也不可能变得这么坚强。所以在这里还要感谢那些奇尼贼，感谢那些谩骂我的人，因为让他们让我更坚定，他们让我更加哈决绝的去追求我们的喜马拉雅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最终的目标。所以呢，我对于这些人呢哈，我认为他就是是我这个在坚持追随郭先生，追随我们的暴乱革命的哈这个路途上的这么一个助力。所以这就是我的逆增上缘。我相信啊，逆增上缘呢能够让我越来越强大，让我越来越坚定，让我越来越就是不畏强暴啊，不畏这些就是世俗的这些东西啊。这就是我跟你分享的。好的，是的，谢谢。就是说有的时候吧，就是咱们做这个节目有的时候也挺无奈的啊。就是说我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战友们除了大家参加爆料革命是冲着郭先生来的，对吧，是冲说白了就是冲他一个人来的。在此期间呢，又有很多战友，对吧，有出抛头露面的，有这个在私下里面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这个帮助爆料革命的，对吧。那抛头露面的咱们这些战友的话大家就比较熟悉啊，有的这个就像这个严立梦女士，如果说不是被福克斯采访，那大家都不知道她是谁，对吧。就像这样的战友也很多，做出的贡献要更大的多得多啊。但是大家要记得，我们是被这个正道主义还有郭先生的这个理念所吸引过来的，是被这个人所吸引过来的。就很多时候我经常说，就是你关注爆料革命啊，你不用崇拜说是任何人，不用说跟任何人就是交什么朋友，对吧。因为现在来说的话，这一潭浑水太浑了，谁是什么样都能不能走到最后都不好说。你只需要永远就是坚定一个郭先生就行了，足够了。因为有一部分啊，这个少部分人还是会被这些所谓的这个伪类啊，或者说什么人所影响的吧。啊，这个因为这个影响的话，咱们看到就是丢失了机会是很心痛的。这细节并不是说这个影响并不是说啊直接影响到这个我直接从那个挺锅变成砸锅了，不是这种影响啊，而是说打个比方，我本身我是准备这个在这个新中国联邦啊，这个包括这个尤其是基联盟做一些投资为自己的未来，对吧。但是因为啊看了这些负面的言论，这个不好的言论，这些伪类们搅浑水啊，然后发现哎呀要不我再考虑考虑啊，而错失了一生的机会啊。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包括你这个去投资去干嘛的时候，去询问别人的意见，你询问的都是比你弱比你穷的那些人啊，那些他怎么可能能给你有建设性有价值的这些这个建议呢，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你只能你关于投资这方面赚钱这方面，你只能询问比你有钱的，说白了说土一点，是不是。你怎么能去询问那些就是说比你还差的人，他怎么可能能给你正确的建议呢。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个时候就尤其这个，因为昨天郭先生又提到了一些关于咱们这个基联盟的一些内容啊，我这也是有感而发啊。就是说这些战友他并不是说变得砸锅了，而是由此而丧失了这个最大的机遇，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可惜了。然后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有做了几期节目了，细节就是关于媒体革命、金融革命啊、货币革命的这些，关于这些宗教革命这些议题。那么这些一旦这些媒体啊，这个金融货币啊，这些商业，对吧，咱们说回阿里巴巴腾讯，他们死了将是有谁来取代啊。他们不是死了这个世界就不转了，不可能，那一定是我们被我们这个基联盟这个超级无敌大的一个商业帝国给取代，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是看不清楚问题的本质在哪里，对吧。你这个我跟随爆料革命我最终能够收获什么啊，这个很多人他就心里到现在都不清楚，
只是感觉看了个连续剧似的。哎呀，这个人，这个曾红哭得挺惨的，我挺喜欢他呀。结果他这一砸锅，大家觉得，哎呦，这个人其实也说的有的地方也有道理。这个人，我是这样看的戏，这一个人呢，他一旦人品有问题，他所有做的一切都不值得我信任，对吧？其实，在西方这个社会的话，就是生活时间长，大家知道这个信誉有多么的重要。你一旦你这个人他撒过一次谎，以后你说的这些话，基本上都不会被别人所这个信任。那我就在想，就这些伪类们，就像那个什么，这个叫什么，那个叫啥，新疆那个啊，阴铁，我的尹名字继都章，忘了，那个撒了那么多的谎，做了那么多对中国人有伤害的这个事情啊，竟然还是能够有人就是说支持他，这一点就是让我感觉真是，这非常非常一个这个惊讶的一个事情，对吧？之前你如果说一个人对我的种族是一个威胁，一个侮辱，2天时间48小时说了72个中国病毒，恨不得你中国人全死，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去支持他，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啊，这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啊！你怎么可能？哪怕他说的某句话是对的，但是就冲他这个心啊，这其心可诛，你怎么能就听他的言论？这在这方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真是很惊讶啊！就包括这个战友们，很多时候啊，就是稍微有被别人影响到一点儿，被这些伪类，然后就会，你比如说被这伪类影响一点点，就会对你未来产生多大的这个影响，大家知道吗？这个昨天官上说了，关于购买老股这个事情，我估计这个事儿是黄了，谢谢啊！我身边最少有5个人啊，当时是因为想要这个购买 GTV 之后。有的是被这个家人啊，有的是因为可能看了一些不好的信息啊，甚至我在国内的非常好的这个合作伙伴说这个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爆料革命的人啊，就是关于这个投资这方面，当他知道这个文贵先生的话的时候，他觉得哎，这个他这个一查，所有中共的说的都是说这个文贵先生骗子，又怎么着，然后由此而丧失的这个机遇，大家想想，这个真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对吧？非常非常可惜，这都是由于我们这个常识还有认知达不到，所以才造成的一些损失，对吧？所以说在这方面吧，我觉得这个关于这伪类这方面的事儿，还真是非常有必要，谢谢，还真是非常有必要。这些人我都没想到真正还真能影响到人，这是其我实非常啊，惊就是讶的说事情。能够轻易被别人影响的，我相信啊哈，他本身呢，他也是智商不足，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你首先看一个人的他的层次、他的生活以及他的各方面哈，你如果看到他口歪眼斜住地下室，又去打扫厕所，你想想他的人生是成功的吗？对吧？他虽然是靠自己劳动是没错，但是呢，他的人生确实是我不应该听能力他有的，对限。吧？对，我应该去听那些，你比如说比尔盖茨啊，当然我们比尔盖茨是亲共，但是呢，他的成就或者是李嘉诚啊，他的成就以及这个马斯克呀，或者是乔布斯啊，你想想这类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包括我们的郭先生哈。他是多么成功啊，在商业、在商界、在金融界、在经济、在政治哈，所以一对比的话，你是跟随谁呢？你去信谁呢？所以这个哈，如果要是有疑问，或者是就是被那些亲贼带跑，或者是去听那些亲贼的那些东西，我相信他确实就是智商不足，真的没办法。你智商不足的话，你可能他是被影响，细节他也不是相信，就是说产生疑虑，本身非常坚定，然后产生一些疑虑吧，也就这，因为你一时疑虑啊，就是这一刻的疑虑而错失了这么大的一个机那为什么这么多的哈、这么多的亲贼啊，曾经在我们的这个常委群里面哈、给我发私信啊，就说哎，卡利西，你有没有投资？你投资多少钱？你说怎么说？他们在造你的谣啊，你到底投资多少钱？包括
包含这个 Percy 哈，就是现在著名的杂锅频道里边的这个女主播哈，就是曾经黑了黑，哎呀，黑了小皮匠的小皮匠给他寄过去的苹果电脑，后来就是不再归还嘛，就是说本来要寄给天津大马脸，最后可能不知道最后怎么样，就是说最早的那个 Percy 哈。就是曾经我就立即把他拉黑了，还有几个人呢，我就不说了哈，还在我们超微群里，也是在询问，所以我认为啊，就是说，他们都参与暴乱革命，跟郭先生这么紧密，而且跟郭先生这么直接的联系的话，还在去怀疑，还在去询问到底行与不行，那么我真的相信他们不配待在这个朝鲜区。当然这话又得罪人了哈，他肯定知道我在说谁，因为确实给我发的信息了。所以呢，我就认为哈，就是说你就算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你看到这个人的成就，看到这个人的体型，看到这个人的魄力和能力，那么你是信能力强的人呢，还是能力弱的人呢？这点就是三岁小孩也知道的道理。所以我们相信郭先生是相信他的能力魄力和他能够就是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这个中共邪恶集团的这个大的勇气，这就是我们对他的这个一直跟随的哈这么一个就是最主要的理由。当然了，文贵先生也确实挺吸粉的哈，这个全世界的这么亿万的这么多，不管是什么皮肤的哈，都对他就是关注崇拜做。这不刚有个战友起的名叫，这让我看啊，嫁给文贵。嫁给文贵这个呢哈，可能这辈子也不可能了哈。而且今天郭先生啊哈，他数次就说嘛，说我最不缺情人，但是呢我也不需要这个，我就是啥都缺，就不缺情人，所以嫁给文贵这事儿呢就算了。而且文贵现在还提到一个最主要的一点哈，有很多的情人贼就拿着我们新中国联邦去说事儿哈。就说文贵先生说是这个两个人的国家或者怎么样。今天郭先生还是提到了从2017年初爆料一直在贯穿这3年半一直在提的哈，就是说我把中国哈实现自由民主法治，我带领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但是我绝不做这个新中国联邦的国家主席或者是这个首相或者是这个总统。郭先生这一点哈，始终贯穿如一的，从暴乱革命开始一直到现在哈，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因为郭先生他的决绝和他30年的努力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灭共，灭掉共产党，然后呢，让中国真正实现自由民主法治，真正实现这个百姓的这种和平这个包容。公平和这个就是美好的生活。那么我们的这个洗联储，我们的这个新中国联邦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监督机构，也就是说我们全球的这些洗联储，我们全球的这些喜马拉雅的这些农场，也就是说大使馆哈，去监督中国去行使真正的自由民主法治。所以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参与暴乱革命的这些战友哈，大家都喜欢跟随郭先生去做一样，就是未来为我们的喜马拉雅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财富帝国去打造哈，这种吸引力要比回国去当官啊或者怎么样要吸引力大很多很多，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哈。我不知道其他人有可能想当什么省长啊部长啊，那是他们自己想法，我是不打算这么做，因为我是希望将来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喜马拉雅的这么一个财富帝国中呢哈，能够参与进去，而且呢能够在参与这项事业的过程中呢哈，能够顺带的去实现我的梦想，那就是传播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这个佛教啊，因为我们比较虔诚嘛，所以这是我的真正的。您现在加了个真正的，是真正的，因为我确实是真正的，否则我不会站出来，站出来就是
就是已经放弃了个人的安危，而且呢就是真正做到无我，否则的话、嗯、我还是蛮怕的，因为我也怕死啊，我也怕被消失，我也怕被这个抓捕，所以我也不敢回国，因为我的这个这么多的材料，厚厚的材料已经被威胁过了哈，所以不能回国。嗯，当然了，如果回国的话呢，我们的亲友啊，我们的这些就是同学呀、啊，还有认识的这些人，他们我们的世界观已经截然不同，因为他们可能对我的这种行为啊，哈，就是不理解。而且呢，他们没准现在还在想中国共产党的好，而且呢，这个岁月静好，所以我基本上跟那些同学还有。那些曾经的朋友还有那些家人呢已经背离世界观，完全背离，所以这就是中国这个中国被这个红色的这个中共政权所名义这个70年的这种悲哀，让一家人呢反目，让这个亲情呢哈能够就是背道而驰，这就是他的邪恶之处。就比如说这个严梦丽女士她的丈夫曾经毒害她，这也是这种悲哀，就是被这个中共的这个邪恶政权的这种洗脑的这种被权力被欲望所掌控的人。是的，细节我是这样看的，就关于这个权力的这个事情，就像郭先生来说的话，我这个看待的角度就是有点不是很政治正确啊，就是说我在就是关于郝海东先生啊，这个还有这个严玲梦女士啊，这个都是我们的英雄，对吧？我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更多的是郭先生在展现爆料革命，还有自己的一个实力的问题。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关于郝海东先生啊，当时他的这个儿子在这个保加利亚，是在塞尔维亚，然后他是被中共严格限制出境，塞尔维亚是被中共重度蓝金黄的一个地区啊，结果是。这个郭先生这个用他的这个能力啊，就疏通了整个这个塞尔维亚，包括西班牙的这个政界啊，甚至商界，最后派了3辆专机啊，这个等于说2架护航啊，1架拉着走，还有就是打掩护的啊，这就展现了他超强的一个国际政治实力，对吧？然后同时呢，包括这个严丽梦女士，咱们就这两天说的很多了啊。如果说不是爆料革命郭先生给他背书的话，首先他没有这个信任度。这个郭先生昨天这个直播的时候啊，今天直播的时候也有说到啊，包括到现在很多人都在质疑严玲梦女士的她的这个头衔啊，还在质疑她的头衔。所以说如果说没有郭先生给他背书的话，哪怕有10000个英雄估计也都活不了啊，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这是我看到的事情啊，这个不是说我那个这个就我知道他们是很伟大，但是说咱们能站出来的人每一个人啊，细节就包括您啊，其实也包括我吧，咱们虽然没什么东西，但是也都是就说白了这条命就是爆料革命，对吧？你说这个什么摘掉口罩掉眼镜一句话的事，对吧？但是说没有这个必要而已，因为我又不是什么名人，对吧？然后就是都能做到这一点啊，但是说真正这3年这3年来的这种影响力呢，哈，我相信啊，就是说，可能更多的严丽梦，更多的郝海东的哈，我觉得是一个涌现，不断的涌现。对对对，嗯，啊，这个郭先生，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个郝海东先生还有严丽梦女士，他就在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精英阶层啊，这个科学界还有文体界形成的这个效应啊，我觉得是非常这个力量非常非常大。但是说如果说没有爆料革命郭先生这个强大的这个实力啊，尤其是在政治实力还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支撑之下，这个事儿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我说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一个东西，这个一个主要是一个内容。如果说像郭先生具备这么强大的一个实力的话，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不会说简简单单去做一个总统，因为我远远比你这个做一个总统所要这个拥有的这个影响力要更大的多，对吧？如果说咱们不讲究其他的这个情怀正义这方面来说的话，我已经超越了一个国家元首这方面的这个政治影响力，对吧？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其次呢，如果说一个这么具有政治影响力啊，这个包括这个在商界也好，在金融界也好，银行界也好，在政治界也好，有如此大影响力的一个人，他去做的主张的一个投资，
那我怎么可能会不跟随呀、啊？这一想都不用想啊，对吧？如果说是什么鸡腿盘是吧？这连吃饭都费劲是吧？那一毛钱能急出一头汗的人，他主张的去做的一个投资，那我肯定不可能去跟随呀、啊，对不对？对，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对吧？谢谢。是的，是的，也就是说郭先生啊哈，他的人格魅力哈，还有他的能力魄力呢，让他哈变得非常的谦逊哈。其实这一切都是他基于对他的这种信任，基于他的影响力而造就的这么多的英雄啊，比如说这个严慕丽女士，还有我们的郝海东、叶昭颖女士哈，都是中国的最大家耳熟能详的精英。但是呢，还有更多的精英呢哈，他们还没有站出来。随着这个事件的发酵呢哈，我相信啊，很多很多的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人呢，一定会慢慢的全部站出来。大家呢，这也是随着我们报了革命的这个一个霹雳加一个霹雳，一个重磅加一个重磅。我相信呢哈，后续会让大家大吃一惊的。因为私下里我知道郭先生在我们超美群里以前时候提到过，有很多很多的名人啊，非常有名非常有名的人啊，都是我们的报了革命战友。但是呢，基于现在的这个时段哈、啊，他们不方便站出来，但是可能面供啊，马上就是倒计时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可能 hold 不住了，也搂不住了，肯定会站起来，会站出来发声，站出来参与我们的报了革命，就是让大家就是从后台站到前台哈、啊。我相信啊，那个时候大家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回头咱们节目结束以后，我私下告诉你都是谁，我不关心，知道，真一定要关心啊，一定要关心，一定要关心。因为我在我的印象里啊，谁不站出来谁是傻子，对吧？你眼看中国就完蛋，你这时候还不站出来，到最后骂一个什么样的，落一个什么样的骂名啊，对吧？不管是商业也好，其实你商业你跟中国合作以后，你怎么在中国混？你这演员明星是吧？这个尤其这双休这个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你这以后如果说你现在不站出来支持这个一下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的话，那以后那所有人认定你就是跟他们一块玩双休的人呗，是不是？所以他就是据郭先生所说哈，他们呢是想站出来，但是郭先生考虑到他们在国内呢，那么就为了他们的安全啊，就没让他们站出来。所以这个呢哈也是出于对他们的安全的考虑。这个细节啊，怎么说呢？这个民意很可怕啊！我跟您说吧。就比如说有的这个什么企业什么的这个灾区啊，这个捐个钱啊，你比如说打个比方啊，这联想集团啊，这一次没人给灾区捐钱，我捐100万，马上就被这个整个这个民意这个舆论给他淹没了啊，抠啊，这才捐100万，怎么应该捐10亿什么的，这个东西很可怕的。就是现在来说的话，一直是中共控制的一个事情。大家想想，如果说这中共灭了之后，整个全国14亿人对中共的那个仇恨，那所有之前向中共低过头的啊，所有之前向中共妥协跟中共合作的人，大家想想到那个时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对吧？虽然我们现在提倡千万不要仇恨，但是到时候真是能控制得住吗？我相信就算你能控制得住这种仇恨，人身安全不受威胁，但是说以后你想再抬起来头做人，估计都很困难啊，非常困难，就跟当年的这个纳粹德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说就郭先生是这个想到要保护啊这个安全问题啊，站出来没用。但我想到是说如果说是为了未来啊，你这个时候站出来，大家想想就以后的这严立孟女士、郝海东这个先生这两个人，因为在中国本身很多人他就不看足球了，是吧？你如果说郝海东先生在足球领域这些这个他当时自己说的非常实在，郝海东先生他说，我在这个足球所有的这个之前的所有的闪光的时刻啊，值得荣耀的时刻都不及我今天这一秒钟啊，这句话说的非常非常实在啊，非常深刻，也让人非常佩服，对吧？他非常明白这个我站出来支持爆料革命意味着什么啊，这个所以我相信如果是我的话啊，这个我是
我如果说是站在这些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上现在这个面临一些风险，我认为还是值得的啊。就郭先生可能考虑到安全问题。其实这个呢，哈，还是得需要巨大勇气的。你比如说，黄海东这个先生和这个叶兆明女士，他们虽然在海外哈，但是他们的这个亲人啊，还有他们的产业有可能还在中国，所以这也是就是要付出巨大勇气和这个巨大代价的。所以没在这错。里的话，我们也是对他们非常非常的这个对。赞赏。我在很小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曾经去现场看过这个郝海东的这个踢球的现场。那时候他是队长，是大连实德的大连这个万达是大连实德的这个队长，当时是。我那时候还追星呢，追足球明星那个，但是没，是的啊，那个时候经常去看，还是买的那个就是假机票哈，那时候还锣鼓喧天当啦啦队。其实的哈，我们都有过年轻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就觉得这个球星啊、明星啊，确实真的是很有光环，很有光彩的。其实他们背后的这个人品。背后的这种经历呢，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哈，包括我们只知道最后看到这个，中国的足球一直就没有上，其实暗藏的黑幕呢，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水平，而是这个国家这个体制，还有他们的这些上级所压制的这种，跟共产党是一样的，就像我们的草根儿，本来我们公平竞争的话，我们可能能够就是。开创自己的这个一片天地哈，但是就是因为这些权贵的压制，这些权贵的这种不公，还有这种不是一个起跑线上去，人家坐直升机呢，我们还骑自行车，所以你怎么可能跟他们抗衡呢？所以只有打破了中共的这个邪恶的体制，这个独裁的体制，这一切才能够改观，这一切才能够变得公平。也就是说。那些跟随的这些中共洗脑的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就说是中国不需要民主，中国一民主就乱，甚至那些明星、那些成龙啊什么的那些人哈，一直在说这个。其实我们中国如果真的实现民主了哈，那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创造性和我们的中国人的哈这个勤劳呢，一定会让自己能够。这个爆发式的这种增长，不管是财富还是能力，还是这种思维的创新，都能够爆发式的增长。所以我相信啊，哈，中国一旦实现民主以后，那么可能真的走向这个世界强国。当然，基于这个母系文明的回归，我们又回到这个哈，基于这个母系文明的回归呢，这个世界呢，它不再是一种就是竞争的模式，而是一种就是共同的、协同的去发展、协同的去合作。这么一种模式，就像一个好邻居一样的哈，国与国之间，而不是交恶，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人类的这种科技文明真正的去走向一种正轨，走向一个世界的和平所以呢，我相信中国一民主，大家都开心，而且呢，中国的百姓呢就迎来最好的时段，而且呢就会变得这个和谐美好。这个生活的非常非常的幸福，这就是我跟我们战友们分享的，特别。好的，谢谢。今天我看时间也不短了啊，今天说的时间挺长我们说了1个半小时了，对。话题比较多。行，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了，是吧？没有了。好嘞，在节目最后，我依然要为你劝人类去祈福，祈求药师佛加倍让 CCP 病毒尽快的在全人类消失。大嗲塔嗡，盘石界，盘石界，盘石界，三摩嘎德苏瓦哈。我还要祈求地藏王菩萨，尽快的把盗国贼带走，还有那些欺民贼带走。南摩地藏王菩萨，南摩地藏王菩萨，南摩地藏王菩萨。好，战友们辛苦了，草哥辛苦了，再见。再见。